年福利服务中心的督导杜老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反毒宣导的一个主题，好不好？掌声有请。你们刚刚的表演实在是太好了，太精彩了，然后我都忘了我要宣导这件事了。那我现在给我几个分钟哈。好。你知道我们是哪个单位吗？台中市青少年社会福利服务中心。好，然后呢，这个单位要干嘛呢？反毒，不单一哦，还有跳舞的小孩不会变坏。Bingo， 运动跳舞的小孩不会变坏。Bingo， 都好，好，会读书的小孩也不会变坏，会玩的游戏的小孩子也不会变坏。那青少年福利服务中心其实呢很重要哦，各位耳朵给我，非常重要的一件事，跟你们有攸关的权利。好，青少年福利服务中心其实它是台中市其他青少年福利机构的窗口。那我们做什么呢？我们整合青少年福利服务的资源在台中市。那我们提供的哪些呢？有休闲娱乐，还有我们社会参与的活动，那当然我们有一些福利的宣导。那这些要做什么呢？各位知道吗？这些要做什么？预防社会问题。那我要考你们了。好，请问你们这个阶段会有什么社会问题在你们身上发生呢？霸凌。所以再来。骚扰。骚扰是有了，但是不在我们的主题。霸凌，再来呢？刚刚那个舞蹈是什么？贩毒。对，毒品。还有呢？霸凌会牵涉到什么？暴力。暴力 ，OK。还有呢？暴力，我们说暴力在哪里会发生？帮派。所以我们刚刚讲了几个？毒品。帮派。暴力、霸凌，还有一个，援交。援交，这么兴奋干嘛？为什么会提这五个五大类呢？这个是目前我们在校园里面最容易碰到的，学生会碰到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困扰。好，那我们这个宣导呢？我们先来宣示一下好不好？我觉得大家刚跳舞的经历非常好，我们来宣示一下，我拒绝什么？我拒绝暴力，好不好？一起好吗？好。好嘞，我拒绝暴力。OK， 我拒绝暴力。把你们的手给我，暴力。你们的手。第二个是什么？我拒绝暴力。我拒绝。福利中心在哪里？台中。废话。在哪里，各位同学？台中。台中哪里？台中市。我这样一问哈，等一下你们就印象非常深刻，在台中在哪里？南区合作街6号2楼。但是呢，南区在文创园区的斜对面的一个巷子进去。目前台中市青少年福利中心我们有哪些？我们可以提供很多样的桌游。好。漫画。还有呢？影片睡。好，那我们就提供这些吗？没有，不止哦。我们其实寒假暑假我们会办很多的活动，尤其今年暑假你们一定要期待又刺激又有挑战性的活动。但是现在不讲，你们自己上我们官网好不好？好，上我们官网看。
保证今年暑假你们组队来参加这样子又刺激又非常有挑战。好，那青少年服务中心现在在哪里？台中市南区。南区哪里？文创园区。文创六号二楼。好了，这个不用记太多。为什么？因为我们即将搬家。我们即将搬家，我们搬到大理儿童青少年福利馆的五楼。那为什么要讲这件事呢？因为我们五楼有一个很漂亮的舞蹈教室。舞蹈教室你们最希望有什么？啊、我们有硬体设备啦，那我们也有一些一般的教室，还有大家需要读书的时候很安静的自习室。那我们未来也要办一个网咖，最重要我今天把这个讯息放出来呢，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平台非常的大，就跟这个差不多。那目前我们还没有规划要做什么，我们想听听你们的意见跟想法，你们要什么，重点是你们要什么，我们就规划什么。我刚刚就讲了，我们青少年是整合台中市的福利资源，所以你们要什么，你们要把你的想法讲出来。可是你现在讲我记不起来，请你们上我们的上我手机官网，好，反映你们的想法跟意见。好，好不好？好。那你们有没有人住南屯呢？有。有弟弟在哪里？在文昌公庙旁边。文昌公庙要干嘛呢？你们要考试的时候去拜一拜，知道吗？那我们有弟弟也有个据点，即将也要开始了。但是呢，我们也想听听看，那边目前有桌球，你们喜不喜欢玩撞球啊？喜欢。真的吗？我真的想有。你们想要什么样的设备，你们想要有怎样的环境，你们上我们的官网青什么青少年社会福利服务中心，我们完整一点，青少年社会福利服务中心，服务中心。哎呦，你够那个丢哈，来等一下记得给奖品。我的广告时间大概就这样，也就是说青少年福利服务中心提供了我们台中市的一些社会福利的青少年福利的资源，我们把这个资源整合下来，然后我们希望听听看你们想要什么，好，让上我们的官网去反映，让我们知道，然后我们为了在永利跟大理儿青馆，我们大概就会朝这个方向。那以上呢，我大概就没有什么要宣导。那毒品帮派大理，我们希望放在我们接着要举办的各个校园的校园宣导细致的部分，好不好？好。